再给你快下去，爽里头。跟你讲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小厨，那很久没吃的炒大肠了，今天来好好的回味一下，好好的先把那三个字打在弹幕上，好，我们就开始吧。这是猪大肠其中的一节，叫杆肠啊，在上期水煮猪杂那个也有出镜过，像这种肠子拿来炒比较合适，因为它炒起来比较爽脆啊。像这个位置的肠子要比普通的大肠贵个几块钱啊。它刷叶完以后，蓄叶能力很久啊。补一下欧油，爽里头，大火爆炒，给米酒，哎呦，哇，炒香像酱料，一起炒香，下酸菜。可以了，下青椒，最后下甜蒜叶，来点尾油。明人不说暗话，收工。我喜欢你。做好了，下面请来尝试一下吧。哎，等一下。Money is not evil by itself. It's just paper with perceived value to obtain other things we value in other ways. If not money. 来了不？第一口你们的。You may ask. 这口感一级棒。
师傅，吃这个大肠啊，一定要有油在里面啊。炒大肠一定要选择这一家炒，相当爽身。尝试一下吧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，就我们帮你了，宝宝。啊，你看很小个，里面这个肥油看着很有食欲啊，像那个粉肠一样，小小根的。